Panasonic 频谱跳动咋就这么好看？各位老铁啊，今天挺幸运的，直接我整到了两台，这台眼前这一款，听下来的声音，开机，尤其我特别喜欢它的频谱跳动，整个外观我特别喜欢。首先是 CD 进，这个是出仓，不是进仓啊，然后盘放里边去，放里边以后，然后点击二，放到二仓，这是三碟播放的啊。做好准备，听一下 CD 的声音。再往前走，随机第四首。OK， 这是 CD 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磁带的啊，这里边有一个磁带，点击播放。大家知道磁带是谁唱的吗？评论区打出来啊。好，暂停，接下来外接手机电脑，听一下人声。手拉着那哥哥的手，送客送到大门口，声音特别好听。